们要来挥舞手中的党旗、国旗，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国家》。也请我们现场所有党代表，我们大声一起合唱：国家没有国，哪里会有家？我们要永远爱我们热爱的中华民国。没有国，哪里会有家？时间不流转的花。Yeah.
承诺。中华民国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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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接下来，革新团结，重返执政。因此，我们要请我们主席跟两位副主席，在这一颗象征我们革新团结、重返执政的棒球上面，用一笔一画的签名来签下对革新团结的誓言。也因此，我们先请郝龙斌副主席可以在我们的正面，在我们的正面。来，我们请郝龙斌副主席。对，我们都请我们工作人员，请我们副主席。来，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请郝副主席，好吗？一位一位来。我们先请郝副主席，郝副主席签下胜利的宣言，在我们的胜利之球下面。郝副主席签名，来，请签名，让媒体捕捉这个画面。好。我们现在由我们吴敦义主席以及郝副主席在我们的胜利之球上签上胜利宣言。我们不仅今年年底我们的选举要全垒打，另外中国国民党也推动了三项公投：反空污、反深澳电厂、反核实公投。我们也要拼全力过关，不只是要选举胜利过关，我们的公投也要胜利过关。所以我们三位主席跟两位副主席已经签下了姓名，那我们也拿出三根公投强棒，象征的我们这次年底的三个公投案：反核实、反空污、反深澳蓝莓电厂，一定会强棒出局。好，在我们大家在推举击出胜利之球之前呢，我们也有彩带，也希望呢在现场我们所有党代表您手上有彩带，那么在击出胜利之球的同时也同时投出彩带。大家都知道棒球场上彩带象征的封王的意思，所以等一下倒数三秒后主席副主席挥棒，请大家一起把手上的彩带给抛出，我们象征年底一定封王。来，请主席副主席就打击位置打击动作，我们倒数三秒，三二一，打击出去，这是一支全垒打，全垒打。来，我们帮我们年底全垒打。